敦一个展览会展出了很多千奇百怪的小玩意，当中不论新旧科技产品，甚至多功能睡袋，什么都有得看。有请嘉珍讲。先看看最新的科技产品，这部全世界最大103寸的等离子电视，买回家看戏打机直情现场一样。不过买之前可能要换间更加大的屋先。还有放得落裤袋的手提电脑，随时随地接驳 GPS 和互联网，小巧轻便，24小时都可以做网民。虽然它由全球数一数二的手机商制造，但是不好意思，这部产品名副其实是电脑，打电话不要靠它了。连廿年前属于身份象征的水壶型大哥大都有，但是可能攞去博物馆适合啲。呢边仲有啲古灵精怪小玩意，除咗有得闲摇一摇包你廿四腰嘅修身仪器之外，仲有睡袋，修身设计又够暖，坐巴士瞓着都唔会冷亲，兼且唔会冚亲头啊！展览周末在伦敦举行，精选本年度最引人注目的展品展出，连时速近400公里的跑车都有，就算买不起，只是看一下都心满意足。有线电视记者陈家珍报道。